日本人的确对香港这个地方有一份情意结，不时都以香港为主题拍剧拍节目。最近就有连登讨论区的网友在网上面发掘了一条大约30年前拍摄的日本节目片段，里面不单只有疑似香港黑社会成员在这里讲香港的黑暗面，还有色情场所的片段。如果以只是香港呢，20多万、20多、30万，其实换句说话就是在世界任何一笪地方，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成員，包括在日本都是。日本好みの化粧と髪型に変えられたという、客1人につき日本円で8000円だが、その8割は組織が吸い上げる。中国ではどんなことやられてたんですか？工厂。え、どうしてまたこちらの買収っていう仕事を選んだんですか？香港好難揾到工咯，即係只有行呢條路咯。我幾歲先得噶？今年18。不过就有网友觉得条片有啲假，而事实上呢个日本节目亦都系因为另一单故事俾人发现造假而需要腰斩嘅。主持人之一嘅日见正孝仲要开记招引咎辞职，话自己虽然对事件全不知情，但系要代表节目负起责任。